一生是发达没得大路子的话没有即使在博物馆可能都没有办法看到这么棒的古董级的和服，他们是人间国宝，他们是彩绘，每一件衣服的价值哦是好几百万，但是最重要是最重要，我是觉得说民众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有导览，因为和服穿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不见得懂，我们顶多了解这是正绣，这是色打挂，这是可能访问着，但是它真正的精致在他们的绣工，他们的每一个文化，包括他们的西镇织，包括他们的唐织，都是从唐朝转来之后，把他们的文化精髓融入自己之后展出来。今天也是第一次全台湾能够在这边看到，包括故宫上次都没有展成这样，我过去展的那一次的和服也没有像这么精彩，因为上次的地方小，那衣服也没这么精彩，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倾囊而出，而且它会每个礼拜都不定期的更新。希望呢我们台湾的好朋友能够借由这一次我们的赏花木的这个和服展，能够看到在日本非常特殊的比如说在京都特殊的工艺织法西镇织，还有在我们十八世纪江户时期我收藏到的一件非常精致的打挂啊，那还有大正时期也是一样收藏的打挂，它的色泽非常，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可是它的色泽还非常非常的鲜艳，非常非常的明亮的，那所以请大家能够在这个过年期间能够来我们这个林茂阳故居呢，能够来欣赏。我们林茂阳故居是1920年所盖的一个中西合璧的那个建筑，那我们台中市政府在105年把它修复完成之后，然后就是规划相关的委外啊经营，那在今年度我们还委托西川淑明老师帮我们规划相关的活动，然后有经典的老师收藏的一些和服的经典和服展，然后相关的手作体验课程，还有街头表演艺人的表演，那欢迎民众他在2月5号到4月11号这一段时间，可以在6日的时候来我们这边走走。今天大家也很难得哦，也很有在台湾这个地方，因为在台中哦。今天呢，我真的是我从小就接触了他们的创价宗教团体，有很多这样的活动。那日本的和服呢是来中国，但是呢，为什么他们因为这样的精神能够在全世界立于不败，绝对是基础。台湾比较辛苦，因为我想这个东西绝对是文化，绝对在经济基础之上。